开始有的功能，它就是一开始可以有时间的介绍。时间的介绍之后，我们当然往这边拨，可以看到第一个功能就是通话的功能。我们这边只要按下通话，就可以立刻的看到妈妈的电话号码。你按下去，它就可以直接拨到天，在我们台湾拨通，然后跟妈妈的跟妈妈通话。稍微等一下，我们要接一下，帮我接一下啊。Hello， 听到吗 ？Hello， 妈妈。Hello， 好，妈妈拜拜。在国外可以，可是。然后接下来除了通话功能之外，我们也可以跟妈妈传讯息，所以我们这边包括了有表情图片，所以我们提供了16项表情图片，我们可以发送这一个。这时候妈妈的手机上面就会立刻的出现他们的信号，就会立刻的出现刚刚听到的这个符号。然后我们也可以。发送语音讯息 ，Hello， 妈妈，我在中华电信。太急。然后就会传送语音，对。然后传送好语音之后，除了语音功能之外，它也可以交朋友。当有两只一模一样手表的时候，我们只要摇一摇，它就会去交朋友了。对。看不行啊，这只手表没电了。交了朋友之后，他就会出现在刚刚的讯息里面，就会有个妮妮，所以他也可以两只手表之间互传讯息。对，然后再来是我们回到主页，主页往这边走，首先第一个我们就会有计步功能，那小朋友就可以根据上面妈妈所设定的5000步每日的5000步目标，他去走，那走，这边就会有计步，然后就会记录他的步数这样子。再来就是我们中华电信独家提供在这只手表里面有一个听故事的功能，里面有中英文100首的故事有声书，所以小朋友可以直接在书里面听各式各样的故事，包括三只小猪。我们发送小朋友的容量大概就200到500。对，好。然后除了三只小猪以外呢？我们最后面还有提供闹钟的功能，闹钟的功能就必须要透过妈妈的手机来做设定，就像是妈妈的手机这边就可以去设定闹钟。假设我们现在在54分的时候，就可以有设定一个，叮咚要刷牙的声音，然后我们就提醒他开刷牙。我先不打盖子好了，就保留。可是我们这一款保留好之后，这边立刻就会出现一个54分的闹钟，等他到54分的时候，他就会立刻响了。根据妈妈的设定的铃声，就会 SOS 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只要长按下面的两款颜色，下面的 Home 键长按5秒钟。之后呢，他就会发送一个讯息到妈妈的手机，并且开始录30秒的背景音。所以他现在妈妈的手机 SOS 已经响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立即查看。手机的画面在。对，那这时候就出现了现在这边的地址，可以知道小朋友的。然后 SOS 录音也还在进行。然后这一只是哪？点了地址之后，就可以到地图这个画面。进一步还可以使用这边的导航键，导航键就可以连接到 Google 地图，它去进行导航，去实际的根据这个路程的规划去找到小朋友。这一只拿着就好了。对，然后这就是我们完整手表的功能。